总有两种司令，约上午10点，率领300多位连级的官兵员工代表到慈湖工业总统蒋公领旨，于是效忠领袖生产报国，支援参军。连级是总统蒋公当年首创，官兵员工深受栽培。今天蒋公登仕，同恩未报，全体一致，在临前4年，决心完成光复大陆一致，告慰总统蒋公在先之灵。